握手，握手。手卡给我，我装兜了。哦，你很聪明。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冰雪继续前行的力量。握着手。因为他们会一直所有的代表。好吧。那我们请段学斌、郭雨晴和朱静留步。那其他我们的嘉宾，请回到观礼台，再次向你们致敬。